情感活动的校长、代指导会长、行政长、代表行政当校长、情感活动王会长、本校的家长和王会长、以及副会长，还有各位委员，各位家长、各位师长、各位毕业生、各位在校生，大家好，校长，谢谢，高不高兴吗？高兴啊！尤其刚刚很欣赏啊，又是颁两个精彩、天真活泼的节目啊，接着颁了很多的奖项。在这边要恭喜所有的毕业生啊，你们完成了六年的学业。我们要感谢今天一位的长官来宾，还有你的父母，还有你的师长，平时对你的照顾跟指导，你们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六年的学业。所以在这边特别表示恭喜，以一颗感恩的心，希望小朋友毕业以后再接再厉，更加的努力。尤其我们今天很多长官来宾啊，特别拨空来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，向你们道贺啊，鼓励你们，希望你们毕业以后有更好的努力，更进步的成绩。那我想他们送了很多的礼品、花圈、花篮，还有奖金、奖学金等等，主要的目的是在继续鼓励你们好好的努力，希望将来我们大秀都会以你为荣啊，大秀都会以你们优异的表现啊，更加的这个光荣。所以在这边校长要以这样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勉励：今日我们以大秀为荣，但愿明日呢大秀以你为荣。像我们很多杰出的校友，刚刚我才知道我们公所的陈社长也是我们大秀的校友哈、啊，我们是不是掌声啊？哎，欢迎我们的校友哈、啊！就我希望你毕业在我们大秀的啊，当然一位的我们蔡德仁会长，还有很多位的啊，像我们蔡校长也是大秀公所的校友啊，所以你在座的有很多，包括你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大秀公所的校友，所以他们在毕业以后都有很好的一个成就，所以在这边你们将来毕业以后更要更加的努力，将来一样的我们都会以你为荣啊！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杨思维校长，他也是我们大秀国小的校友，然后念完师三又回到母校来服务。另外我们台中县议会的议长张新堂议长也是我们校友，所以我们创校以来杰出的校友非常多，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有很杰出的表现，很优秀的表现。同样的，今天你们在这边毕业，校长跟所有的师长期盼你们啊，几年以后你们都有更优异的成绩，更好的这个成绩啊，更好的成就来表现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相信啊，各位毕业生啊，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。那我想，今天啊，再次的感谢啊，我们所有的长官来宾啊，特别拨空前来给你们道贺。我们毕业生希望能够再接再厉，更进一步。最后，敬祝大家，鹏程万里，学业进步。一位的长官来宾，身心健康，在校生学业进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校长的祝福以及努力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，谢谢校长。